笔滑动下来，啊，这个直滑点饱满，然后他这个书啊写的比较方硬，跳上去，然后待会这个不要写太大哦，因为笔画不多，我这边比较多就可以写大一点，字才压得下来。哦，笔画比较多一点，那中间也是要粗细的，这里是细细的，然后这是粗粗的弹性，刚刚压回来的点，请。